Hello， 大家好，我是 Winnie 温哥华的地产经纪，今天又为大家介绍楼花了。今次这个楼花就是在高桂林 Berkulam 的项目，名就叫做 Allison， 就是四层高木结构的 low rise 来的，发展商就是 Mosaic。今次这个项目就会在2023年的夏天至到秋天落成的，收楼时间也比较快。 Mosaic 现在就是会推出小部分的单位，剩下的单位就打算是差不多起好的时候才再拿出来卖的。咁同時咧，慕斯亦都揀咗一啲相熟嘅經紀去宣傳呢個項目啦。咁如果大家要買呢個項目嘅話咧，亦都係要經過呢啲經紀先至買到嘅。咁我好榮幸咧，就係其中一個經紀啦。咁如果大家對呢個項目有興趣嘅話咧，就歡迎隨時揾我。而家呢個項目咧就暫時唔會有示範單位啦。咁要等到出年咧公開發售嘅時候咧，先至會有示範單位睇。咁究竟而家買有啲乜嘢好處咧？嗱，一般嚟講，發展商啱啱推出樓花嘅時候咧，第一批嘅單位咧都會係最抵嘅。咁之後咧一路賣，佢哋就會一路調整價錢。其實而家咧市場對住屋嘅需求咧仍然係好大嘅。咁我覺得樓價咧亦都會有上升嘅趨勢。咁我相信發展商下一次推出嘅單位咧亦都會再次調整價錢嘅。咁下一次推出嘅時候咧，同而家係爭咗成年嘅時間。咁我相信咧調整嘅幅度咧都應該會比較大。另外，如果大家有留意开温哥华楼市的朋友，相信应该都会听过 Mosaic 这个发展商的了。这个发展商就是一个本地的发展商，有超过20年的起楼经验，过去也都起过不少的项目了，属于出品好和信誉良好的发展商，大家也都不需要担心会有烂尾盘或者收楼的时候货不对版的问题。咁我身后咧就系 Allison 嘅地盘啦，咁个项目咧已经开始咗动工，咁我而家咧就同大家讲下关于呢个项目嘅详细资料先啦。Allison 嘅地址系700-716 Edgar Avenue， 位于 Allison 同埋 Edgar 嘅交界。项目由两座楼组成，分别系 West Building 同埋 East Building。而家首先会买 West Building 先。West Building 一共四层高，有52个单位，有一房、两房同埋三房嘅选择。West Building 的东面就会望向 East Building， 两座楼之间会有些绿化的植物，南面会望向后巷和一些独立屋，向南的景应该会是挺开扬的。北面就面向 Edgar 这条街， Edgar 就不是大街来的，不会有太多车经过。西面就望向树，树的后面就是一些 Mosaic 起的 Townhouse。 Allison 也很近 Lowhead Highway 和 No.1 Highway 的，飞高一点我们就见到两条 Highway 了。发展商就提供了一些电路图给买家参考，大楼的外观都挺精致的。 Allison 其中一个卖点就是单位有10尺楼底，楼底高自然空间感就会大一点，单位入面的窗就有7尺高，采光也会非常好的。除了睡房是铺地毡之外，其他的空间都是铺木地板的。厨房采用石英台面，香槟式的门柄和水龙头。900尺以上的单位就会配置32寸的雪柜，30寸的电磁炉头，30寸的焗炉，30寸的抽油烟机，同埋24寸的洗碗机。其他单位就会配置24寸的雪柜，24寸的电磁炉头，30寸的焗炉，24寸的抽油烟机，同埋24寸的洗碗机。颜色就有3种选择，分别是深蓝色、浅灰色同埋白色。呢、这个就是Mosaic一个 townhouse 项目 Riley Park 的色板。咁 Allison 的颜色应该会同 Riley Park 很相似嘅。Allison 属于低密度住宅，每一层都不是有很多个单位。这个就是大楼的分布图，这个项目所有的 floor plan 都很实用和很市正，没什么浪费的空间。最小的单位是 D1 的 plan， 一房的间隔，室内面积有570尺，这个单位的价钱就会由50几万起。这个是其中一个两房的间隔，室内面积有861尺，两房的价钱就由70几万起。如果大家需要多啲详细 floor plan 同埋价钱嘅资料，欢迎随时揾我。管理费大概系4.3毫至一尺，每个单位都会跟一个车位，车位已经有 EV rough in 噶啦。Allison 所在嘅位置就属于低密度住宅区，而家附近都系一啲独立屋同埋 townhouse， 环境就好清静嘅。根据市政府对未来嘅规划咧，呢度附近将会有一啲中低密度嘅公寓、townhouse、孖屋。就不会有高楼的。头先都讲过 ，Allison 好近 Lowhead Highway 同埋 No.1， 我哋而家就由地盘 Edgar 街呢度出发上 No.1。上 No.1 之前就会经过 Lowhead Highway，
咁 Lockheed Highway 咧就系一条连接高桂林同埋本拿比嘅主要干线。Lockheed Highway 沿途咧都有好多商铺、超市同埋食肆嘅。我哋唔使两分钟咧就嚟到 Lockheed Highway 啦。转右嘅话，五分钟可以去到 Lockheed Mall、SkyTrain 站、Koreatown 同埋 Burnaby。八分钟可以去到 SFU。转左嘅话，五分钟可以去到 Superstore 同埋 Cineplex 戏院。去列治文同埋上 Number One 咧都系转左嘅。如果要去 New Westminster， 转两边都得。咁我哋而家就继续行啦。头先咧就冇提到，附近咧亦都有 IKEA 嘅，一直行四分钟咧就到 IKEA 噶啦。由 Allison 上 Number One 咧就唔使五分钟嘅车程，佢近 Highway 之余，附近嘅环境又几清静，所以我觉得佢嘅位置对于有揸车嘅人咧系非常之方便嘅。如果唔揸车嘅话，行到五分钟咧就有巴士站，咁乘坐巴士可以直接去到 Lockheed Town Centre 嘅 SkyTrain。咁 SkyTrain 站隔篱咧就系我之前提过嘅 Lockheed Mall。Lockheed Mall 入边有好多唔同嘅商铺，包括有 London Drugs、Walmart、Omomo、Anna 饼铺、Kings Farm Market、Food Court 等等。喺 Lockheed Mall 附近咧，仲有好出名嘅 Koreatown， 嗰度有韩国超市，有好多唔同嘅食肆同埋 coffee shop。睇完曬啲資料後，我希望大家對呢個項目咧就有更深入嘅了解。咁頭先片頭都提過啦，發展商而家咧只會推出小部分嘅單位，而且咧就係要經過某一啲經紀咧先可以買到嘅。咁如果大家想要多啲資料或者想了解下點樣買到呢啲單位嘅話咧，咁就歡迎隨時揾我。咁我嘅 YouTube channel 咧亦都會不定期咁樣咧同大家分享一啲最新最熱門嘅樓花資訊，大家記住 subscribe 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講住咁多先，下次見啦，拜拜。